最重要的保护脸的头部的面罩，圣诞帽子，然后这边往后拉。我是2012年的时候进入中华职棒，对，那时候当初还在读研究所，先考进来了，那边就先休学。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棒球，竟然没有办法成为职业棒球选手，那我还是有围绕着这个棒球去做发展，所以我还是选了一个靠近棒球的工作，这是职业裁判。赛前2个小时，一到球场就是先磨球，磨完球之后呢，就会出去热身。打开之后要去红土里面磨球，是因为球上面都会有一层薄薄的蜡，蜡的话可能在投的时候会滑，所以要把它用砂纸把它磨掉。我先去业余站半年，这时间除了技术上之外，还对规则就是做研读这样，因为进来除了要考体能之外，还是要考规则，是不难考，但是考进来之后才是困难的开始，每天每个月都有不断新的事情发生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做锐变，不断的学习。对这个判决有没有自信心？你在你的肢体动作，你可以表现出来给大家知道。打击的人一定希望是坏球，守备的人一定是希望是好球。在这两个角力之间，你要怎么去取得平衡点？公正、公平的角度去做判决，然后有自信的去判决。每个判决是经过好几年这样不断磨练出来，做最好的妥善处理。我们只有一双眼睛，球场上有8支摄影机，而且都是高速、高倍速的。所以要用一个肉眼去挑战8台摄影机，对一个职业裁判来讲是工作，但是也是一种压力。刚进来的时候，或者是刚上一军的时候，一个误判，往往你会不断的朝思暮想，当然也影响到士气了。哦，这个时候马上发动一个倒垒战术，就是哦，这个时候副棒悍将是马上来发动电视辅助判决的挑战。对，每一次的电视辅助判决如果被挑战成功，其实对我来讲，都是内心的挫折，我当然是很沮丧啊，因为明明就可以做到的事情，为什么会发生误判？沮丧完之后会想想说，误判虽然是难免，但是我希望我会让自己知道，不要再发生，尽量不要再发生第二次一样的事情。第三年、第四年，在一个瓶颈点的时候，曾经有后悔过，说为什么要来当职业裁判？个人内心的挣扎其实是比较多的。你误判的时候，不会有人有办法帮你，你只有自己走出来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解药。突破那瓶颈点之后，我发现这个裁判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很多挑战性，不一样的事情需要我去学习，所以我就重燃了那些热情，这样到现在，在场上执法的时候、判对的时候，你那个成就感是慢慢累积出来的。